啊，这样没有胜投。对，完全失去了打棒球的乐趣。但是没有，这没有关系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是中信兄弟输球，结果他把拉米狗的林志胜挖来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各位观众，棒球就是运动，就是钱，用钱去累积战绩，没有错。收不到积分，因为我的积分太低了。1:2可以。有句话可以拿来描述棒球，叫什么？你永远不懂。有句话可以拿来描述棒球，你永远不懂。投坏球不是错，投出在好球在停太久的球才是错误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投出在好球在停太久的球才是错误。哦，伊乌拉米狗，是的 ，Forever Swing 韩晋王。我现在最讨厌的组合队不是一三同一师，是伊乌拉米狗。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拉米狗。林志胜、王柏龙、陈金峰、林鸿宇，他都有。我们看到对天的一个旗帜左滑，看一下压满之后球数是多少？ 145.1。看得到，但是挥不到。呦，哦，舒服啦。其实他算是有一点点聪明，哎呦，这球被他掌握到了，他在锁我的内角上，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投内角上。注意哦，其实他现在在做什么？他在等我的体力消耗，但是我必须跟他讲，我的体力是铁臂。哇靠，帅啊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请回去休息，蛮舒服的。哎呦，看对面卡尔顿，靠！卡尔顿的对决，但是他没有老兵。干，我最看不起用卡尔顿的人。到底是七等厉害还是五等的厉害？伊乌拉米狗竟然可以用兵去用兵卡尔顿，在职业频道，太扯！但是他用的是 W 强化哦，这张卡尔顿他用 W 强化。
碎碎碎，满球数，来拼一个哈，拼个外角。哎呀，可惜啦，没有打好 ，SH。捞到了呢，好扯哦！我根本不知道这竟然捞到哎，太扯了这个，这怎么捞的啊？来一个极致左滑给他，哦，他奶奶，这难打。这个位置啊、哦，看一下是不是很难打？哎呦，有砸到哦！哎，干你老师的！哎，我连手不接球啦！林志胜，你在发呆哦？切换不了到二连手哎！哇，糟糕了，这搞笑了这个。太扯啦、啊！这是害我们投手，这非常现在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啊！害他必须要连标十个极致左腕 ，you out 送啦！各位现在要连标十个极致左滑了。被他掌握到了，糟糕，挫赛，这分要先掉了，可恶啊！这太扯了，结果害我的极致左滑的防御率上升。刚刚那个二垒真有点扯，我竟然切不到二垒手。挫赛，这是一个，哎，碎，漂亮，好、哦，加工折坠，这球接得漂亮。幅度之大的，四颗好球，没办法回不到。来了，林志胜来将功折罪一下。哦，被骗了。有了，碎了。OK， 第一站打出来了，第一站打出来了。啊，快传！糟糕，糟糕！啊，死掉了。死在快船，奶奶的挥不到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忍住！我猜上，他投下，没机会，这局失败。
漂亮，这个 HU 漂亮。靠，这每个都力量都最上，太扯了。他选球好像比我好一点点，但是他就是不挥，各位，他的策略是什么？他就是不挥，他想要消耗我的体力。哎呦，怕干呢哟！哎呦，这球跟他对决个外角球是个错误，这球不能投外角球。水回不到哈，哎呦，会打会打哦。非常好，我还是可以持续投诶，这卡尔顿太强了，体力太强了。噗，他算是选球蛮有耐心的啦，比我的选球非常有耐心。螺旋球，速球漂亮，速球进来。呼呼呼！他挥了个坏球，安全下庄。卡尔顿在场上，你都不会想要把他换下来。他一直吊我，我现在也用相同的策略，仔细选球，消耗他的体力。有了，等到了吧，嘿嘿，机会了，机会了。他一直投上，我就瞄你的上方。中了，可惜不够力，蔡峰安的打击太低了。我猜他会投上方，他不敢投外脚下了。有种就再投一颗外脚下，我就叫你真男人。嘿嘿嘿嘿，我也是会选的啊。漂亮哦，这个推的漂亮，可是不够远，回来回来回来。
顿没力了。嘿嘿嘿嘿，看谁先换啊。哎呀，这个推的弱掉了，可惜啦，可惜啦。OK， 漂亮哦，碎碎碎哦，这个在这最后一个关键，我跳起来了，虽然老，但是还是跳了起来。OK， 没有问题啦，我整个精气神恢复了，有睡觉有差了。OK， 需要的 change， 反攻。忍住，拆个外角上哦，看他会不会投外角球，不会。14%不会投外角球。咦、欸？嘿嘿，满球数不要被骗哦。西变。外角球来一颗吧！哎呦，还敢塞速球啊！没力了哈！哎，换，太棒了，他比我先换54球，他的卡尔顿下班了。哎呦，满球数！碎啦！哎呀，可恶啊，被他扑掉。猜一下，一好一坏。没有嘞，有点弱哎。这是按一个 S 打法，怎么会打成这样子嘞？吼吼！缩框，他也在缩框，内角上。哇！噗，有机会 ，OK， 土耳朵。Good。糟糕，我的卡尔顿没力了，但是我应该是有机会撑完这个五局。那拼啦、啊！他拆外角，嘿嘿！哎呦！安全下庄，反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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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碎啦！哎呀，可惜啦，这球打得还不错，说。迫使他再换投手，这一分其实应该是零比零。哎呦，陈宇勋哦，哎呦，完全洞悉知道我在锁哪里。真的是不好打，持续投球。你看到没有，各位，我都已经没力了，我的极致左滑还可以投。死都不换，漂亮漂亮。投了84个球了。持续面对啊，投到最后一刻，死都不下来。OK， 顺利解决。没有捞好，这球就打错啦，瞎打。30%都会投外角，所以我们就锁外角就好了。我干嘛移掉？有仔细选球，可惜没有打好啊！来锁一个外角上，非常好，把你的投手倾巢而出，消耗你的投手战力。黄俊忠，这球打法好像蛮错的。卡尔顿持续投球，有没有看到？非常厉害，投了88个球。
还在投，他应该是属于那种都不挥棒型的。呼呼！漂亮，还可以三振。我决定让他投到100个球了，现在已经是97个球。假的。哎呀，我眼睛也亮中了。哎呀，在外面继续打坐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伦伦，机智不滑，机智不滑，什么是机智不滑？伦伦，谢谢订阅。江明辉，右肩金币人。好了，要开始认真选球了啦。目前是输一分的。哎呦，挥不到啊！71%的投外角，一直投外角上，来吧，再来一颗吧。呜呼，选住，选住。哇，一个道具。急了急了急了，中了啦，中了啦，哎呀，好，101个球，七局。这时候换上一个，我们换一个左投尼福德，好不好？换一个尼福德啦，第一次让他亮相，左投尼福德。看一下这个尼仔滑球。哦吼！各位，这个有差哦，这跟那个有差哦。漂亮，这是有一个差别。You out！ 欸，厉害厉害厉害，这难打。两好一坏，直接。给他一个好球对决，good， 抓到，哎呦呦呦，这一球被他猜到了，这球他打得漂亮。
这个道具啊，换多少？再换邓翔天。他等螺旋球、滑雪球、变速球。势必要化解掉这一局的危机啊 ！Good， 哎呦，会打速球哦，不能轻易投个速球进去啊！两好一外，哟！啊，没有让你回来得分，漂亮。碎碎碎，一个道具让我先上嘞，漂亮漂亮。他有快船，他有快船，各位我跟你讲，他有快船，不要乱跑。他换凯撒嘞，哎呦！一直投西边，真可恶啊！没有关系，我们牺牲一个打者，但是我换到是我道上二垒，这个给他了。保送，陪我投，抓我的蔡峰安。他抓我的蔡峰安，他抓我的蔡峰安，那我还没一垒手，我有一垒手啊，那我可以换嘛，对不对 ？DH 跟左外野对调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垒手我换，先换冯胜贤啊，糟糕，错赛没换到，想太多。哎，啊！可恶啊！虽然是有猜到，靠红一中了啦。有了啦，碎啦！哈哈，搞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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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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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红一中太漂亮了，关键的打击，先八局下半追平了，哇、哦，好嘎仔、欸！如果再打一分，再打一分呢、啊？再打一分，黄清志。哎呀，都攻外角，shit， 三球都是外角，没有猜到第三球。OK， 没有关系，我们先追平了一分了，非常漂亮。这边叫个暂停，更换投手。哎，其实不太需要换。OK， 换13年，
田玉贵。哎，我现在好像不是吃13年的加成。非常好，他这个触球他没有抓到，一个触杀给他。呦啊，先三振掉他的风哥。接连的两 K， good。整个气势在我这边，整个气势是在我这边的。先来个连三 K 啊！他捞起来，但是我这球还接得到，我也是觉得蛮神的。这边，好，我刚刚这个换人有点错误了，我的一垒手必须做一个变更啊。这时候换成是94年好了，换94年。那 DH 的部分这边也要换成94，投手的部分，94啊，错赛，没有投手。碎！哎呀，这个 timing 这么好，可是他被，可是被他后队守备守住了。我刚刚是直喷的 timing。忍住！哎呀，不好跟，不好跟啊。我觉得哈，他这个黄金之下去之后，应该就没有什么好投手了。拍爬，猜到打不好，挖斗，哇，糟糕！这个时候变成一个顺风，换投手了，这个尴尬了，这个尴尬。16陈宏文，15关大元好了，15关大元。哇，没有一垒手了，错赛。哎，三振他，三振他。哎呦，坏球！啊，这金将要求。我已经。用了红花的力量。Wow 的。谢谢老板为我们带来许多欢乐波浪符。哦 ，Thank you。三波欢乐，三波爱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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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好险哦，被猜到了。
好家在啊，哦，好嘎子。这个要是被他推出去，我的人生也差不多毁了。这场比赛一定要帮卡尔顿守住胜利啊！OK， 需要多劝举，轮到我的进攻了，来哦，哦，看你会不会怕。他会怕，他在怕，他怕，他也怕输啦。我跟各位讲，他也是怕输啦。关大元，你拉咪狗去拥我的关大元，这样对吗？哎呀，竟然没有出去！哎，嗨，不好意思，王胜伟，没什么用啊。换一个花花，投手也差不多可以换，换上王敬立好了。一道王胜伟，不，张正伟。碎，靠鬼！哎 ，safe。哈哈，漂亮，花花这个砍的真是太漂亮了。接下来看路易斯啦。哎，不敢投哈，哎惊哈。OK， 来，有种你就再投一个一样的，把你打回去叫妈妈。推出去！哦吼，有点深远，掉！哎呀，他想说他一开始有点跑错的感觉啊，太可恶了！哎呦，王光贵光怎么那么小？这样怎么跟人家输出来输赢呢？哎呀，这个球没挥，被他大头挡到了！啊 ，shit！难受。抓赛！哎呦，哦，没事，没出去。哦，嘎仔，哦，狮头没有出去啊，这个吓死我了，真的是。啊啊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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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被他踩到一个内角上。好啊，你投我的内角上是不是？OK， 土耳斗二垒有人，哦，守住。啊，抓赛，没有，他没有挥，嘿嘿 ，Good， 他没挥。漂亮啦，紫砂球骗到他了啦。开，裁判，我要换投手，再换啦，各位跟他拼了，陈宏文上了，没有一垒手了，刚一垒手应该是要换金卡才对。好，就这个样子了。送，哈哈，漂亮啊，三振了你啊，轮到我了，就不要被我说到一个啊，哎呦，好球，来来来，再投一样的，我叫你阿公，他都不投内角下，来阿公投一样的啊，外角上。
哎呦，他有在听我讲话哦，有种就在同一个内角上的。忍住，满球数了。碎，这个二连打了，这个二连打，靠尾。OK，Yes，Yes，Yes，洪一中哦，这场比赛 MVP 是他了，让我来终结他这场比赛吧。注意了，各位，看我关键哦，米西亚是不是米西亚？我就知道，哎呦，强化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猜到啦，跟你说声拜，再见，安打，碎，不服输。二局上半的那个二垒的三垒安打，那个石头不是石头，那个二垒不接。那个二垒不去接，害我一直一路落后，到八局下半之后追回来，最后延长赛还是取得了这场胜利，非常漂亮。舒服，各位，卡尔顿不是败投，非常好。不，玩游戏就是要开心，玩游戏就是要开心，对不对？输球不开心，所以我们尽量减少自己输球。